现在的话，疫情期间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每个小时就会有保洁喷消毒水，还会有一些人在上面躺吗？有，这边都有吗？那咱们会劝他们吗？你不会劝啊，这个宜家的本来就是这种一个购物体验的，嗯，它就是让客户体验的。你要是夏天来，或者是你平时来的话，这床上躺的都是人，你赶都赶不走。现在你看好多了，毕竟疫情期间，这所有的人在卫生方面的话，自己也比较注意。